忘记说我还有点糊涂，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，春天空气让我很舒服，天上太阳已红扑扑，看起来很模糊，远处山坡有几棵小树，去年冬眠前我没记住，青草香香过天，喝着露水泡着树，抬起头踮脚尖，加快我长大的脚步，吹口哨哼着歌，摇摇晃晃找道路，放得开有眼睛，长大的我还有点小糊涂。湖中水怪。这么大声，吓我一跳。现在播报每日新闻。近日，牛家村有一名老人在村旁的湖泊里拍到一张水怪照片。水怪？这年头还有人相信水怪？由照片中可以看出，远处的湖泊里有一个巨大的水影，湖泊中被拉出了巨大的水痕。大惊小怪，没准是水里的大鱼呢，这种都能上新闻。找点吃的去。当地政府表示，水怪照片传出后，有大批游客来村里参观，村内旅游业得到发展。开工。当地政府为感谢老人发布水怪照片，特地奖励给老人1000元人民币。1000块？什么？这么多？拍一张照片就奖励1000块，这钱也太好赚了吧！强哥，我每天看书本来赚的就少，李老板还要扣我工资，真是太不公平，太不公平了！好痛啊！喂，光头强，这个月的木头呢？李老板呢？这个月的木头我不是交了吗？上个月欠我的还没补上呢。好好好，我这就去，这就去。还是快点去砍树吧。我真是个天才。这个怪物会让我成为世界名人的，然后我就发财了。哎呀，白忙活了。完成。怎么了这是？没想到造水怪这么难，看来我是发不了财了。什么声音？啊，那是……原来是树枝啊！真是自己吓自己。刚刚水里好像有声音。哇！真是太畅快了。哎，大热天洗个凉水澡真是太舒服了。哈哈，熊二，哎，洗白白，身体白又白。吓我一跳。熊二，又来一个。不能让他们发现我砍树。熊二，你怎么还在洗澡啊？熊二。哎，蹦蹦。哎，蹦蹦，你来了。熊二，说好的我去找水果，你去找蜂蜜，现在只有水果，怎么也藏啊？哎，你别着急嘛，只要洗得干干净净就没臭味了，然后蜜蜂就不能发现俺了，这样俺就比较好采蜂蜜了。切，我才不信呢，你快点去找蜂蜜，我去叫熊大一起来野餐。好嘞。
哎，洗澡澡，洗得白又白。什么过来了？澡，我还是赶紧走吧。披风，耶，你谁在那儿呀？哎，明明看到草洞了。呀，哦，原来是小鸟呀。哎呀，哎，洗完澡真想睡个午觉呀。嗯，哎呀，真舒服啊。这个熊儿这么快就睡着了，嗯，赶紧走。等等，那个，哎，有了，不如我。哎呀，熊大，你快点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快点儿。难得吃一次你和熊二准备的野餐呢。超级水怪完成了。把你拍下来，然后把照片发到电视台去，那我就出名了，还有奖金呢。咋啥也看不见呀？这么快就天黑了？哦，对了，差点忘了。喂，是电视台吗？我在狗熊林发现水怪了，光头强的声音，啥水怪呀？哦，你们要向领导汇报一下。啊，好好好，耶！光头强，有水怪呀，快救救俺呀！天黑了，可啥也看不见呀。熊二，我听说这水怪专门破坏森林。啥？破坏森林？要不我们一起把怪物吓跑吧？可是俺看不见呀。嗯，我来帮你。然后咱们一起吓跑怪物。哦，熊大，野餐地点就在前面的湖边。哎呀，俺都等不及了。哎呀，哎，光头强，再来两张，再来两张。他旁边是啥呀？你这样可以不？保持这个姿势，别动啊！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是熊二。闪到俺眼睛了！光头强，那个怪物到底被俺吓走没呀？没有没有，怪物是来破坏森林的，你一定要有个熊样才能把它吓走啊！哦，保护森林，熊熊要走！真的是熊？谁？是不是怪物出现了？没人呢，怪物跑到森林里了。那这可咋办呀？哎呀，快追呀！没看到怪物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别拍了，别拍了！哎呀，没看到怪物，你别拍了。怪物藏起来了。熊二怎么和光头强在一起啊？估计是上了光头强的当了吧。得想个办法揭穿光头强。往右，往右，再往左边点，表情再凶一些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噔噔噔。嗯。咦。啊！哎，光头强可以了吗？哎，棒棒！哎呀呀！快把照相机还给我。熊大，熊二，照相机还给我。熊二，你咋被光头强打扮成这样啊？啊？光头强说，水怪要破坏森林。水怪？嗯。喂，你好，光头强吗？哎呀，我们是电视台的。听说你拍摄到了一组水怪的照片呢。水怪，我们一会儿去你家门口领取啊。这个光头强可真坏，原来他是骗俺给他扮水怪拍照来的。俺突然想到个好玩的。马上就好了，来，咱们帮光头强拍一组水怪写真。好嘞，换个姿势。好。
我怎么躺在床上了？感觉晕晕的。已经第二天了。我昨天要干什么来着呀？怎么不记得了？现在播报每日新闻。昨日有一森林伐木工致电电视台，说拍摄到一组水怪照片。啊，水怪？哦，我想起来了。此人最后给出的却是一组自己假扮水怪与动物合影的照片。此照片一发布到微博上，受到了各地网友的关注。让我们看看网友的留言。现在的人想火真是不择手段，连这种方法都想得出，真是长知识了。网友熊孩子说，水怪哥好样的，赞一个。熊大熊二，我跟你们没完。这下光头强可出名了。就是对了，我们不是要去野餐吗？对呀、哦、耶耶耶。在这森林里有一种我最爱的东西，香甜美味特别让我难以抗拒。苹果香蕉里任何东西都不能和它一一比，在我心里有了它就有幸福和甜蜜。就这样抱着蜂蜜一起向前行，再苦再累我也不在意，因为它我就会开心无敌。就这样丢开那种睡到自然醒，烦恼忧愁统统化作动力，舔一口呀，早安我的蜂蜜，永远爱你我的蜂蜜，我们不